你站在那儿干什么？豪都，你为何站这么远？我怕公主不想见到我。那你为何还来？圣命难违。若我不开心，你就赶了？豪都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听话呀？浩都，我让你站住！我就是怕你生气，但我又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我做什么都不对，做什么你都不开心，我只能远远看着你，只要你安全，我就没什么可担忧的了。等等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哎，你转过来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